7月22日，吴亦凡现身北京机场，他在街边扭腰扩胸，开始活动身体。他戴着口罩，全副武装，但隐隐露出笑眼，看起来心情超亮。爆出的照片中，吴亦凡身着简单的灰色长袖 T 恤，搭配黑白条的运动裤、运动鞋，运动感十足。虽然用口罩将自己遮起来，但还是一样的魅力十足。近日，吴亦凡在节目中因过于严苛的评判标准备受争议，而接下来的节目中又有怎样的表现，值得期待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